云林讲堂主持慧德法师带领民众恭诵经文，民众虔诚的浴佛。昨晚很欢喜啊，也是佛光山佛光会第一次啊，我们在县政府的清明广场来举办我们最尊敬的佛陀圣诞的浴佛法会。云林县副县长谢淑雅、云林县长张立善的姐姐张丽娟等贵宾也都出席这场盛会，一同祈福浴佛庆佛诞。县亲大德，大家好。县政府多位贵宾莅临，肯定佛法洗涤人心，希望透过浴佛法会为云林县民带来平安健康、吉祥如意。人间卫视台北云林综合报道。